床战李碧琪，天华激赞身材好，为港发声，为港无惧，为港无惧，暗港无惧，暗港无惧，释放阳光，释放阳光。早排有电视台记者在北京探访楼下被围殴，事件引起公愤。CCTVB 昨日都借宣传女警爱作节，令女发声。他两个真是交足功课的。李碧琪就冇诚意啦，喺电视唔系咁噶，连同佢拍过床戏嘅天华都激震，劲啦，劲过周丽淇啦，冇人唔劲得过佢啦，求其揾两件都劲过佢啦。真系听到 Nicky 火都滚，即闹翻天华系战争啊！不过有啲人系犯贱嘅，所以天华喺剧度就好好艳福啦，仲俾富婆。我俾佢污辱咗，正确嚟讲算系迷奸啦。咁点都好过你，连拍剧都要做翻自己啊！